OK， 好，大家好，我叫 RJ 啊，我这次去的地方是笛子复赛。那我这次有拿到这个东西，就 UX 画集，就 UX 季刊。顾名思义，它就是讲了一些跟使用者体验有关系的东西，比如说像是在这一页，他就提到说那个一些他的 logo 的历年的变更。然后这也提到一些他们使用者在，比如说 market 上面的一些使用者调查，还有那个 mobile 上面的那个使用者体验调查。那重点是这份报纸，我们除了拿到这份报纸之外，这边还有一个网址，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下载。然后因为它叫季刊嘛，所以顾名思义，它一年会出四次。对，那我这次去布鲁塞尔，我觉得那个地方很漂亮，然后人民也很随性，不是随性，是比较随和，对，就是大家都会跟你聊得很开心啊，对，然后重点是工作人员有证呢，这是我觉得不错的地方。录影不附图，此风不可长。好，所以先要附图了，所以先要附图的，等，有了，有图了，有看到了。有，而且对到焦的很好，非常好。OK， 是真的，没错。好，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去摩西亚赏樱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一般来讲我应该录到这边就结束了，但是我这次要 take 一下旁边现在正在不知道在干嘛的朋友们。前提是没有再送到任何的地图。好，今天的 Lab 真的超多人，帮忙看一下。踩到雷了吗？没有。恭喜大家！目前会踩到雷就是。今天真的超多人。超多。好。现在遇到我听到雷。那我们下次见啦。拜拜。再跟大家说声拜拜啦。拜拜。